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命理专家小玉老师，非常开心大家回到我的频道啦。Hello， 哇，我们今天泡泡又来啦。对，没错。今天来是要上次替四爷说话，那这次呢？我这次要替狐仙抱不平啦。怎么样抱不平呢？因为很多人都说拜狐仙呢、啊，什么会当人家小三，或拜狐仙是阴的，或是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哎、欸。这个说法老实说可能是台湾早期被一些这个什么神话故事所影响啊，什么妲己啊、狐狸精等等，但是其实真正的狐仙大仙，我说的是正的哦，其实没有这些问题，因为这是人的问题。再说一点，难道做小三的只有拜狐仙姐姐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个人的行为吧，所以拜基督就不会有小三、不知道对不对？拜什么都会有，那是人为的因素，所以这点真的我们要来替大仙姐姐这个狐仙娘娘好好来证明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而且我就觉得其实蛮多艺人不是都有在拜狐仙吗？然后拜了之后就发光发热，大红大紫啊，其实这应该蛮正常的吧？对，但是拜狐仙就很像早期，我知道艺人这有拜，相信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，没错。但是就很像早期做医美一样，好像有拜哈，对，不能说的秘密，不然人家会说你要去做狐狸精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可怕。但是这就莫名其妙，你今天去拜了他之后又不能去讲他，那是不是很奇怪？对，这有没有像过河拆桥？有，没错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啊，拜了狐仙之后，提升我自己的个人魅力，人缘也变好了，然后在工作职场上面也蛮顺利的，我觉得没有不好啊。所以这么说的话，泡泡你有拜狐仙？有，我有拜。你有拜狐仙？那我记得我认识你之前大概两年多前吧，你其实不是长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认识我其实应该五年多了。哦，五年。时间过很快，然后老师一直老了，认识我两年。因为我记得你之前长相有慢慢变化，对不对？以前就是个胖妹，那时候大概。OK 的话，我们大概 cue 一下你。早期的照片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你完全长得不一样了，其实就是因为拜了姐姐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拜了姐姐之后，加上自己一些改变啦，对，没错，所以呢，后来就变成现在的我。现在对，真的变个正。但是我知道的话，你好像拜姐姐之后，你但是你好像还是单身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都单身啊，对啊。所以快点来帮你争个好友，有兴趣的朋友待会加个 IG。哎，不可以骚人家，你骚人家被封锁，老师不管你哦。啊，不要。对，不可以骚人家。对，我会害怕。交朋友。有，好不好？待会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，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哦。好，是老师不是我，不是爸爸不是我，你不要敲错了。吓死了！他们都想问，怎么会叫老师？哎，不是我，这我是我，对，不要加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对。那还有老师，我还有个问题嘛，就是像上次四面佛的问题一样，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，你拜了狐仙之后，你没有怀孕会得到报应。基本上我们的认知一样，就像是我找你帮忙，帮完了之后你过河拆桥，反正就会报应。但是大多数的报应都是你可能利用这魅力去破人家的家庭啊，去骗人家钱啊，这种才会有直接性的报应。做坏事。对，不然的话，其实他给你吸引这个魅力存在的话是 OK。但魅力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让人家喜欢你，所以有些人拜狐仙就让他觉得好亲切，还有气质。亲切。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俗称拜到狐狸精。精。那你就是可能只有俗称的烧包。人家看到你只是想要对你做一些东西等等之类的，所以这是有落差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你拜的是狐仙大仙，还是不小心拜到了狐狸精。但是基本上你只要心存善念，不管是怎么样能量都是加分的，对，因为就像钱一样嘛，我可以拿钱去花天酒地，所以可以拿去布施行善，完全是你的心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了解。那像其实啊，我自己啦，老师，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会买香水给姐姐，或是面膜，或是像女生喜欢的东西，一些比如说彩妆类啊，因为刚好我自己也可以使用到。老师，这是对的吗？这是对的，因为大仙姐姐就喜欢这些，当然不外乎你可以布施帮助更多人，就像大仙姐姐他们是我们俗称的动物系啊。这样讲就不好。如果你可以帮助这些流浪的猫狗啊等等，对它是非常帮助的。那你拜完它的东西，它用完的东西，你身上本来会有狐媚力量，再用在自己身上的话，其实是大大加分。这也是开运秘法之一，送给大家的，不要拿来做奇怪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开运。对，让自己魅力更加的提升。了解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啊，拜狐仙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的，你提升你的人缘魅力之后，真的除了职场上以外，还有工作。不是工作，讲错，生活上也会有加分，因为大家都喜欢
帅哥或美女吧，就看起来舒服的感觉，你就会让人家很喜欢你，那喜欢你朋友自然多啦，生活更丰富啊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啊，没有人喜欢太奇怪的生物吧。那其实魅力这东西就这样子啊，就像很多人问说，老师魅力有什么用呢？其实如果你魅力多的话，人家赚钱的时候会想到你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人了，道歉一下其实都很好说，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相处一个东西，所以不要小看魅力这个东西，小小的细节但是差很多。没错没错，对没错。但是呢，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妈有跟我讲过了，太漂亮的女生讲的话是不可信的。是吗？对，我爸有说过，帅哥说的话也不要太相信哦。对，好不好？那大家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，我们讲这句话重点就是，凡事不要只看表面，没错，要看内在。内在哦，对对，也许他是个很好的人。那一样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帮大仙姐姐就说到这边为止。好，没问题。对啊，我们总不可能每天在每天讲这些东西。那一样，有喜欢我们这集的朋友，要帮老师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。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留言给泡泡的，给我，可以直接敲他或者留言给我们，对，给我，好不好？OK， 那这集就到这边为止喽，拜拜。拜拜。